著名的比较啊，都是比较很道。经典剧目教学专著给后世留下了无价的艺术教育财富。已经是上海京剧院十大当家花旦之一的陈振威仍然谦虚地不断学习，在他心目中，梅兰芳先生是永远的精神标杆和艺术顶峰。作为梅兰芳给予厚望的亲传弟子，陈振威这一生不仅在舞台上散发着自己美丽耀眼的光芒，也在以另外一种方式不断将梅派艺术发扬光大。如今他已悄然离去，虽然生命之花已经凋谢，但是他精神上终身致力于延续艺术事业的难能可贵和对中国戏剧的呕心沥血，将作为鲜艳的花朵永远绽放在人间。